拜拜。阿姑娘结婚吼，啊，咱杨大天尊，以及咱的三观大帝，啊，五道神君。啊，这次呢，咱一来年，咱正统龙应龙圣母庙来三江前来地下天华，要来向着咱上苍啊，要来领旨。嘛，要祈求呢，咱地府、咱的东岳天者、灵性大帝啊，以及地藏王菩萨啊、阎罗天主啊，要来领这地灵、天子地灵领了，会当予咱七星境呢啊，要来吼啊，以及咱所有的单位要来所举办啊，这所有的消灾发挥啊，会当予咱全国国内外啊来会当消灾解厄。啊，祈求呢，啊，予咱圣母庙啊，会当安尼，伫即处咱一海年啊，新春嘉年华所办的活动，拢会当来圆满成功。啊，在此呢，有着咱的主理委员啊，王明义啊，因为主理委员咱地清池，因有主理委员洪志贤，咱的理事长啊。咱各位，来向着咱咱杨上帝、三观大帝、五道神君，以及地府咱的地藏菩萨，以及东岳天者灵性大帝，以及阎罗天主，啊，要来下天幔，祈求会当国家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嘛，要来祈求咱正统龙应龙圣母庙一来年新春嘉年华会当圆满成功。祈求咧啊，会当予咱吼啊所有众神仙啊来过一千平安桥，种种活动拢会当安尼消灾解啊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予咱圣母庙香火鼎盛，信徒满天啦、一上香，再上香，三上香。转车吼。啊，来向着咱杨上帝、三观大帝，以及咱的五道神君，啊，以及地府呢，咱东岳天者灵性大帝，啊，地藏菩萨尊佛，以及咱的阎罗天主，啊，要来献大饼，来献，啊，咱全体要来化大饼，看。啊，你搁起来看下，你今日应该无事，无你也无看手机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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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